咱看到这个影片吼，才知讲是来德国，因个个将联合国申请讲世界人权的这个组织，就是对德国开始组织，这种犹太人底下组织起来，因认为讲人权是世界真普世的价值，这个人权唔是讲你要甲安怎就安怎。所以你看到迄个辛德勒，伊用钱来买只个人个性命时阵，咱会当思考讲，伊若接受到国民党个这种扭曲个教育，伊怎变作讲我做功德，绝对无这种作为。伊若用做功德来做个话，绝对无这种作为，因为伊讲我救一个就好啊，我救两个嘛真。做功德有够，我叫几个买拢总甲买起来，甚至伊买了时阵，伊搁伫遐后悔。假使我若卖安遐咬开，假使我这个金啊若卖爱，我会使加救一个；我若卖开遐济钱，我会使加救几个；我台车若卖爱，我会使加救几个。伊所想就是人要爱存在，伊无想到伊个人的财产。伊无去想讲，我若甲买了，我要安怎？我破产，我要安怎？伊拢无想遮，伊只加想讲，只有想讲，我乃当加救一个，这就是人权。伊所安慰的是，这人会当平安活落，台湾嘛是受伤。毋忙咱大家互相勉励，互相来加油。伫这个台湾民政府成立了后，咱会当真做学习的精神。对着咱台湾所有经过这流目屎日子，咱会当给因一个公道，献给因。以上咱大家好，勉励今上课到这，谢谢。请起立。